事的责任。兰斯洛特，你怎么样了？好了，我说到做到，你们就给我下地狱去吧。什么？怎么起雾了？他们完蛋了。什么？一旦被恶灵骑手的浓雾吞噬，任何人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什么？住手！收手吧，鬼气！他们与你无冤无仇，别再害人了。什么？孩子，说什么呢？鬼奇！鬼奇是谁？难道他是在叫恶灵骑手吗？吉恩，你快去帮忙啊！我也没办法呀。哎呦，他怎么这么没用啊？皮克西，还是我们上吧。红灵龙虾。也是挡我的路。鬼奇，精灵战车出发！你的小精灵在赛车场上的速度与能力，就由它来检验。冲刺关头，使出车灵合体，是将生命带回家。冲吧，德拉头！鬼奇。对，尼凯尔是这么叫恶灵骑手的。尼凯尔，路，难道你认识那个精灵？鬼奇他是我的精灵搭档。哎，什么呀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幽灵呢。他半年前已经死了。什么？那他就是幽灵的。我和鬼奇曾经合作无间。冲啊，鬼奇！不信，尼凯尔·史韦因又一次获得了冠军。谁知道，半年前，这只精灵的战车好像出现了故障，它快要失去控制了。鬼奇，尼凯尔，你还好吗？爸爸，鬼奇在哪里？我们尽力了，可惜还是没能。不可能。鬼奇，要不是你跑去赛车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下好了，你最好不要再碰赛车了。不过后来，爸爸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又起雾了，这雾什么时候才消啊？这么晚还要出去买东西？小心一点，最近镇上一直潜伏着一种可疑的东西。可疑的东西？恶灵骑手。据说是精灵的魂魄，他生前死于意外，死后四处猎捕。不会是？哼，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那个不是。鬼奇他的灵魂没有进入轮回，还是像生前那样开着赛车，没意识到自己死了。这
你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了？德拉卡，德拉卡，你不是幽灵吧？当我没说。太荒谬了，你总是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。哼，史瑞因先生，我想成为那个能让鬼妻安息抚慰他灵魂的人，所以求你答应我吧，就让我亲手解决恶灵洗手吧。我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这个镇上的人正身处危难，救人于水火之中是作为骑士的责任。卢，骑士的责任？恶灵洗手只能由我来解决。我认为呢，路易斯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只有立志成为骑士的人才有资格负这个责任。但是尼凯尔自己不也遇到麻烦了吗？那帮他解决麻烦不也是骑士的责任吗？这个当然了。你上次被恶灵骑手打得落花流水，有资格说什么恶灵骑手只能由你解决这种话吗？我上次确实大意了，但下次一定能解决他。那我出个主意好吗？我跟你比一场怎么样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就让尼凯尔去解决恶灵骑手。这个我也办不到。你这么有志向的骑士，现在要逃避挑战？和女士较量有违骑士精神，尤其对你这样的美女，我就更不愿意比了。天哪，你的眼光倒是真不错啊，这话还真像是骑士会说的。哎呦，那这事到底怎么办嘛？我看路易斯和吉恩比好了。可以，和他比我没意见。可是我不想比，那个赛场到处都飘着幽灵呢。尼凯尔这么惨，你就不难过吗？我更为自己难过。拜托吉恩，这事都得靠你了。希娜，那好吧，就交给我了。什么呀，希娜说你就听，我说你就不听。现在倒不怕幽灵了。我们都有知道。木匠，抱歉我来晚了，今天不是走了，特别的。这两个孩子跟那些客人是一起的吗？恶灵骑手好像不在这里啊。也许他在游荡吧，孤身一人又漫无目的，可怜的鬼妻。怎么办呢？你要给我打气吗，德拉卡？德拉，真的完了！原来就算没有浓雾，幽灵也还是会出现。走开，离我远一点！快走开！这灯。原来你在地下室里又做了个便携版的呀。对，虽然没有办法消除浓雾，但对付幽灵还是可以的。快跟我用一下。好了各位，闹够了吧，那我们就开始比赛吧。路易斯，你真的不怕幽灵吗？对真正的骑士而言，不应该那么在意
身边无谓的干扰。你还是在意一下吧。他们竟敢在赛场上忽略恶灵骑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算了，还是开始比赛吧。精灵战车出发。路易森，你最好小心点，我会速战速决的。别做梦了，这场比赛的胜者一定是我。参赛的是两位专家级赛车手，来自拉托纳镇的吉恩·海斯特对阵奥朗斯的贵族路易斯·德布罗伊十四世。兰斯洛特，开始战斗吧。上吧，德拉塔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